要住的地方哦。那我们进去吧 ，Go！可惜哦，差一点点吗？不是，它上面还有三只停在那里，太可恶了。嗯，不错，也很多了，几只？也很多了，四只。四只，那一只5块钱。哦，这样看起来四只是最多的。耶！我不知道哪个才是开了，太要哭了。那个啊，小贝关在电梯里，然后他没开门。好了，不笑你，好不笑你。他走了。你推阿轰进去，你推阿轰进去。好，我先进去好了。啊，这都是假的虎哎。真的虎还得了？这可以拿起来吗？也可以耶。鸡翅还是鸡腿，看起来就是好吃的。然后这里还有，这是鸡腿，好像是送给小朋友的礼物。Four piece 哎，你的礼物哎，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嗯。拖鞋，我牙刷，牙膏。这些而已，盥洗用具啊。我这间亲子旅馆，我们平日进来一个晚上是2163元。三楼还有游戏室可以给小朋友玩，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。那现在已经太晚了，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再看看有没有时间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然后这间饭店还有10多种的主题套房，像赛车房、大富翁房，还有麻将房。不过他们都采随机式出房，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间房间，这个我是觉得蛮可惜的。哇！阿峰，去乖白兽啊你！阿峰今麦是某饼鬼，你某饼。我们要去吃饭了 ，Go！ 过来，快过来吧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准备回饭店 ，Go！ 走。啊，有人在召唤蝙蝠侠，赶快看一下。我要游泳了。我发现这个萤火柴这样摆是错误的，我来摆一个正确的萤火柴给大家看。这才是正确的萤火柴的摆法，看到没有？要摆极致。你不要那么专业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假装录影。啾啾。因为昨天本来晚上要吃这一间的，但是昨天晚上太多人了，排队排不到，所以今天中午来补吃这一间。今天下午高雄的太阳非常的舒服，有多舒服呢？睡不着睡着，不忍心把它叫起。吃饱喝足了，我们现在要去下午的行程。